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非常开心在这边看到各位，好，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来为我们主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我们的敬拜，也求你们就是把你的心敞开，因为在这时候，如果你的心有敞开的时候，这时候圣灵就会跟我们同在，主的恩赐就会赐到你的 生活当中，为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一个色彩。那我想主要我们当作他的光，当作他的眼，在这世上为他们征战，为了福音的征战，那我们应该努力往这个目标前进。那接下来我们用这首胜过这世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。
人生为
师的主，你是配得赞美的主，你是配得所有荣耀的主。在你里面，我们的好处一样都不缺。你是让我们能够得的更丰盛的主。我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掌权，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心，再次的看见，领受你奇妙的带领。让我们再次来说，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Good.